好啦，咁我哋而家正式开始啦。咁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Paris 嘅呢个 Studio Visit 啦。咁我哋今日咧就邀请到我哋嘅应届毕业生啦，喺香港艺术学院毕业嘅姚东荣 Wanda 嚟同我哋做 Studio Visit 嘅。咁Wanda 同大家 say 个 hi。系啊，咁今年 Wanda 就喺香港艺术学院毕业啦。咁之前因为始终今年因为疫情啦，可能个毕业展览都好似唔系好似提早咗，系啊，提早咗完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系藉住 Studio Visit， 我哋会开始同唔同嘅应届毕业生啦去做呢个 Studio Visit 啦，等多啲嘅可能唔同嘅观众啊，或者去认识多啲呢个应届毕业生嘅作品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都会去认识多啲关于 Wanda 今次嘅毕业作品啦，系关于岛孤图嘅一个 project 嘅。咁其实呢个 project 都由几年前开始已经一路咁样去 develop 啦。咁我哋今日都会听到多啲当中嘅故事啊，或者当中佢嘅创作手法有啲咩转变咁样咯。咁我哋喺 Wanda 开始之前咧，我都想介绍一下我哋阿珊嘅。咁因為咧，阿珊咧就係、是、其實阿珊 say 個 hi 先。Hello。咁其實我唔知道大家可能之前有冇 follow 我哋 Studio Visit 啦。咁其實之前咧，我哋同呢個後現代嘅藝術群咧，咁就做咗一個 Studio Visit 嘅。咁佢哋其實係幾個畢業生，咁啱啱依兩三年畢業嘅啫。咁就組咗一個藝術嘅群組啦。咁佢哋依幾年都一直去自己去籌辦一啲嘅展覽啊，或者會一齊去做作品啊咁樣。咁之前我哋都做過一次 Studio Visit 嘅。咁阿珊咧今次咧就會喺個 Studio Visit 咧同我哋一齊去睇Wanda 嘅作品啦。咁我哋都會喺依度繼續去有依個嘅對談嘅。咁其實我哋都 encourage 其他人都可以隨時可以 join， 即係同我哋去 share 你可能對於Wanda 嘅作品有啲咩問題啊，或者有啲咩 comment 咧，都可以隨時喺個 chat room 度同我哋講嘅。咁其實因為我哋之後依一個都會錄翻低啦，然之後擺喺我哋 Paris 嘅 YouTube channel 上面啦。所以咧，首先咧，而家暫時咧，我都會encourage 大家去 mute 自己先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中間有啲咩問題啊，或者有啲咩想同我哋 share 嘅話咧，都歡迎喺個 chat room 度可以隨時留你嘅 comment 啦，或者留你嘅 message 啦。咁我哋都會喺度同大家去傾談嘅。咁或者再遲啲嘅時候都可以。歡迎你可以開聲咁樣，或者開你個 video 同我哋去傾偈咯。咁首先可能而家就俾翻 Wanda 去介紹翻你嘅畢業作品《島孤圖》先啦。好，咁我share screen 啦，可以。咁大家好啦，我係 Wanda， 係啦，咁我就係今年今年畢業嘅香港藝術學院嘅畢業生啦。咁呢一張相咧就係喺七月份嘅時候嘅作品嘅展出嚟嘅。咁中間個係我啦，咁你大概見到三張大概一米二乘八十度嘅三幅好似舊地圖嘅咁嘅物體，仲有加一本書嘅，咁呢個就係我當時嘅作品啦。咁呢個作品咧就其實咧佢嘅緣起咧就係喺我 high diploma 嘅時候嘅生，即係由開始嘅時候去到而家去到嘅作品嚟嘅。咁我可以即係可以講下呢個作品點樣去出世啦，即係開始嘅時候其實係點咧？咁首先俾張相大家望一望先。咁呢一張相咧，其實就係喺 Hard Diploma 嘅時候嘅一個好細嘅一個叫做 showcase 啦。咁對於我嚟講，其實都幾有趣嘅。而家睇翻而家呢張相，即係我覺得，即係我點樣由呢啲 form develop 到去一個地圖咧？咁其實我陣間就會慢慢去講下點解啦。咁其實有一件作品咧，係喺當時咧就係有出現過嘅，亦都喺BBA grad show 嘅時候都出現翻嘅，咁其實就係中間嗰本書啦。咁我陣間就講下佢係咩嚟嘅。咁其實呢一本書咧，之前我哋有個老師講啦，就係 Alex 啦，咁佢有講過話呢本書其實就係
即係佢嗰陣時即係都睇我哋噶嘛，即係都有教我哋啦。咁就話呢本書係呢一個 project 啦。如果我用 project， 佢就係一個靈魂咯。咁係啦，就係咁啦。咁都好開心可以有一樣嘢係可以即係再用得翻。係啊，咁我可以講下究竟嗰啲地圖。那些島仔無緣無故為何會有的呢？其實很開始的時候呢，我相信大家讀藝術的學生呢，很多時候開始的時候不知道做什麼，很多我們就會，即我自己呢就會畫 sketch 啦。我想九成的畢業生，即九成的讀藝術 的朋友或者玩藝術的都是這樣。其實sketch 裡面呢，有人會畫一些寫生啦，有人會畫啲唔知畫乜嘢嘅一啲 drawing 啊，又可能你睇唔明佢係咩嚟嘅，或者你又會睇得明嘅，咁又會想象到好多嘢嘅。咁我就由其實咧，咁就嗰陣時讀書嗰陣就要做好多 sketch， 好勤力噶嘛，咁啊，跟住咧就我就完於起源咧就係呢幾張相嘅。咁咧最左手邊嗰張咧，唔好意思，可能有少少朦啊。咁咧其實佢係一個地鐵地下嚟嘅，咁咧地鐵地下咧，通常你都唔會望噶嘛。咁我就有一次咧，唔知點解覺得嗰啲一點一點一點嗰啲好得意，咁我就將佢放大，然後逐變成咗中間嗰張 sketch 啦。咁就係一啲好似唔知咩嘢嘅生物咁樣啦，即係一塊一塊咁一嚿一嚿咁樣啲，我哋即係好似好 organic 咁嘅一啲形狀。咁由呢度開始起，咁我覺得好，其實好舒壓嘅，覺得一路畫嘅時候咧，成件事係覺得。即係唔知佢做緊乜嘅，但係你好似再次去畫嘅時候，好似俾咗個新嘅意義佢咁咯。咁最後手邊嗰張就係一啲城市嘅一啲景啦。咁我主要係嗰陣時做畫 sketch 係呢兩個方向咁樣去畫嘅。咁啦，咁之後咧我就因為對於啲 form 咧我都好中意啦。咁於是乎我就試下咧當其時我做嘅嗰個主題就係關於一啲城市嘅風景咁樣嘅。咁咧我就。有兩方面，一方面我就儲起一些照片，另一方面就是剛剛所說的那些 sketch， 那我就將 sketch 和照片就剪，即是 cut 一些形狀出來，那些形狀都是很 freehand 地 cut 的，不是說有什麼特定的一些形狀我要做出來，但是那樣東西很沒有意識的這樣去做的，那就即是這個就是一些初初玩的時候的一些 collage， 即是拼貼這樣，是的，那就咁啊，去試啦，試好多呢啲嘢啊！咁除咗呢一個係我自己覺得比較完整少少嘅一啲過，即係一個過程咯。咁係啦。咁之後咧，我就喺度諗啊，咁其實佢除咗可以喺平面上面玩，咁佢究竟其實仲有咩可以做咧？即係仲有咩可以試可以玩咧？咁啦，咁我就將佢咧擺喺啲封薄上面咯，即係令到佢凸起啊！即係因為我覺得佢係有前後 layers 噶嘛。即係啱啱你睇嗰張係有前後 layers 噶嘛，咁我就試下會唔會啊？如果佢真係有前後突出嚟咁樣有影咁樣又會點咧？咁我就將佢 cut 咗落個封波度，咁我就將啲畫面搭埋一齊啦，咁啦。咁其實我覺得最得意嘅嗰個位係好似你俾咗個視覺佢，但係嗰個視覺係唔係一啲喺窗裏面睇啦？你通常喺窗裏面睇出去咧就係、是。一個正方形啊，都係一啲比較四四方方嘅一啲形狀噶嘛。咁但係呢一個睇嘅時候，你好似俾一個新嘅角度去睇咯，咁啦。咁右手邊嗰幅就試下啊，既然我玩一啲 3D 嘢，會唔會可以玩喺啲木上面咧？即係一啲咁大，好似好自然嘅而出嘅而生出嚟嘅一啲形狀，可唔可以用翻一啲自然嘅大自然嘅物料去做咧？咁我哋。嗰陣時 high 碟最多就係試物料嘅，其實真係都幾好玩嘅嗰陣，即係好放嘅，即係基本上你係咩都會試咁樣。係啦，咁我咁跟住我就將嗰啲畫面咧畫喺呢個木板上面啦。咁啦，咁有一次咧機緣巧合啦，加上咧我自己咧其實都好中意好中意睇地圖啊，唔知道你哋會有冇人有咁嘅興趣咧？即係走去 Google Map 嗰度。在那裡碌下碌下碌下，究竟即係好似當自己好似環遊緊世界，認識個地方咁樣啦。咁其實好玩嘅，尤其是有咗衛星圖之後咧，咁係好得意嘅，我覺得。咁咧我就有一次經過搭船，經過去坪洲，咁咧就見到啊，即係搭咗下船，咁啊見到啲高樓大廈先㗎啦，去中環。跟住慢慢咧就開始遠離啦嘛。
跟住就會見到啲一嚿一嚿度。咁呢啲平時，哎，你都預咗見到噶啦。咁但係，咦？咁嗰啲其實係咩嚟嘅咧？有冇諗過其實嗰啲空間係乜嘢嚟嘅咧？即係你知唔知佢個名咧？即係佢可能冇乜人認識，無啦啦有一嚿山，有一座山喺個海上面咁。咁其實大家都知嗰啲叫島啦，嗰啲叫洲啦。咁但係有冇人去過咧？啊，究竟嗰度冇人，一個人都冇過，究竟點去咧？即係我就嗰陣時開始諗呢樣嘢啊！即係究竟係乜嘢嚟嘅咧？咁樣係乜嘢啦？即係未必一定要即係我哋識嘅長洲啊、平洲啊，即係多啲可能遠少少東龍島啊、即係東平洲啊嗰啲啦。咁究竟即係香港誒呢啲地方其實係都幾有趣嘅原來咁我就即係同埋嗰樣嘢咧同我啱啱做。分即係做 sketch 啊，做一啲 3D 嘅 form 上面咧，又好似有啲關聯。咁最近嘅關聯位就係我諗係啲線條上咯。咁我唔知係啲咩內容嚟嘅，但係好似有啲位有啲關係喎。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大自然嘅嘢啦，咁所以我就再睇香港其實有好多呢啲咁嘅島仔嘅喎。咁有261個啦。咁其實official 咧，有啲人就話280幾個嘅，咁佢可能係有少少唔同嘅。咁嗰啲島咧又唔係講緊個個都好似平洲咁大嘅，或者好似東龍島咁大啊咁啦。咁其實有啲咧有啲叫 islands 啦，嗰啲 islands 咧中文有啲叫島啦、洲啦，有啲叫石啦，有啲叫排啦。咁佢哋全部都係可以即係有名嘅，佢哋好細個嘅。咁有啲就淨係可以企到一兩個人嘅啫。咁但係佢哋都係其實係香港一部分咯。咁我就發現到呢樣嘢，原來都幾得意喎。咁即係發覺自己做 research 嘅時候，睇到原來有呢啲嘢都幾可以，即係可以玩喎。即係我所以就由呢一度咧，慢慢我就再睇下係咩嚟嘅咧。咁去無論喺research 上啊，定係喺 visual 上啊，咁都試下去研究啊，試下去 develop 咯，咁咯。咁啱啱所講啦，我就畫咗去啲啲木上面啦。咁其實咧，呢啲木咧就已經係一啲島嘅形狀嚟噶啦，即係某一啲係，某一啲唔係啦。咁你好嗰個位好模糊噶，即係你覺得佢好似係一個島，有啲 form 係一個島嚟，有啲 form 又唔係喎。咁我自己就將呢啲 form 咧就擺咗落去個木度，咁然後嗱啲木係自己界嘅，咁然後就用 oil 咧將呢啲城市嘅畫面，即係好急速嗰啲畫面咧，就畫落去呢啲木度啦，咁咯，咁然後變得到好似嗰個時間好似停留咗咁樣咯，係啦，因為呢啲 form， 咁就係咁啦。咁另一個作品咧就啱啱所講嘅嗰本書，咁嗰本書其實我自己咧就我覺得係我嘅。是我的心臟，即是我的，都是我自己的一個很喜歡，即是我自己真心很喜歡，亦都是即是很珍貴咯。因為這本書裡面呢就是你見到啦圖，這些圖啦，剛剛所說的我就去看地圖啦，然後我就在地圖裡面呢就每一個島仔，我就將他們 cut 出來，即是他們幾小都好，我就盡力這樣 cut 出來，是 cut 了200幾個的，所以是嘔血的 cut 到眼都花埋啊！嗰排真系系啦，咁跟住就将佢哋咧就黐咗落去本书度啦。咁每一页咧，就系、是、一个岛啦。咁然后下面可能见到右手，唔好意思，见到右手边嗰张可能清晰少少。咁一个岛啦，跟住下面就系一个名，咁佢嘅区，咁就系、是、咁、那个作品咧就叫做一个名字一个故事咯。咁系啦。咁就係大概好似本聖經咁樣嘅，即係原係就係俾人一路鉛一路鉛一路鉛咁逐個逐個睇，跟住呢個 show 嗰時其實都幾有趣，有啲朋友都好驚訝咯，即係佢話哇呢個島乜原來咁細㗎，即係又或者哇呢個島原來有呢啲咁嘅島嘅香港咁咯，即係佢哋會咁樣有咁嘅反應咯，跟住有啲係細到咧直頭你見到呢個叫做白馬嘴牌啦，啱啱正話講嘅有啲係牌啊，啲係石啦。咁白馬嘴牌個牌咧係喺呢度，唔知有冇放大到啦？有問唔好意思啊，係啦呢一套嘅，係啦，咁係呢一點嚟嘅，咁就係叫白馬嘴牌啦。即係有啲係
之前好搞笑嘅，我都唔知係佢甩咗定係我唔知去咗邊咧。佢有啲係直情咧，我前排攣翻咧，即係啲朋友發現咧，話俾我爸媽俾我聽，我嚇冇喎喺邊啊咁。可能佢太細粒咧，唔知可能人哋攣嗰陣時攣甩咗咁。啊、我都有印象，我都有印象嗰陣時去睇 grad show 嘅時候，嗰陣時仲喺 art centre 嗰個 showcase 嘅時候，然之後我攣嘅時候，然之後就咦有啲點解冇嘅咧？咁但係因為有啲可能你嚟緊會講啦，消失咗嘅道具真係消失咗嘅話，你真係會寫翻哦，佢係因為填海或者即係因為而家已經唔再出現啦，你會標明噶嘛？但係咧有幾版咧，我真係攣嘅時候，咦？究竟是去了哪裡還是怎樣呢？我都不是很 sure 甩了，因為本身它的形態都已經很小了嘛。是啊，是啊，是啊，但是我是真的不是騙你的，我真的有的。但是 我有些有趣的位置呢，另外一個位置呢，就是你不是選擇呢是一些島的名字，就是你會寫了它的島的名字中英文啦，然後你會寫了它是什麼區域的。是啊，咁嗰個你係用翻香港嗰個十八區嘅嗰個分支嚟寫翻佢嘅嗰一啲啦，佢有啲啲啦，因為有啲重複噶，即係有啲地方佢係名係重複噶，咁佢都係分十八區嘅。嗯，係啦，佢有少有時又會有，因為我咧係根據一個網上面一個 research 做 research 嘅時候，咁佢真係有個 list 嘅。嗯，咁啊好癲嘅，應該係有啲網民咧，佢哋係倒米啦，咁樣就排列咯，咁就 A 字式，咁所以呢本書都係 A 字式咁根據佢嗰個方法排嘅，咁、就唔係我自己排，我自己應該要做多半年先做到嘅呢本書，係啦。我又有啲好奇咧 ，Wanda， 你頭先咪有一張相係即係你影唔同嘅地圖啦，你有冇特登 compare 翻，即係例如唔同出版社出嘅地圖，又或者幾多年出嘅地圖又會有啲咩唔同？即係例如今年可能少咗個島，下年但可能又會多咗一啲其他嘅島咁樣，有冇做過呢啲嘅？有嘅有嘅，我喺之後嗰份 work 咧就做緊呢件事嘅。咁你講得啱嘅，其實我而家揀咗呢幅咧，我係有揀嘅，佢係一個政府嘅地圖，即係地政處出嘅，即係一啲叫郊外地圖咯。咁係得佢哋咧，先至咧仔細到咧係真係呢啲白牌都有咯。咁但係講緊係你 Google Map 咧，佢都未必有咯。係啦，咁所以係細到咁咯，即係佢係即係好仔細，佢因為for啲人去行山用啊嘛。即係認得到啲位置，認得到啲路啊，咁樣咯，係啊，明白，好好啊，唔該，係咁咯，咁跟住係啦，正話啱啱阿 Celia 講嘅就係、是，就話有啲唔見咗啦，咁其實就係會變成咗一句句子咯，咁呢一句就係叫一個牙鷹洲啦，住喺青衣嘅朋友應該好熟嘅，嗰個牙鷹公園嘅咁，咁喺青衣，即係就會寫啦，喺青衣嘅填海之後成為咗青衣島嘅一部分啦。大家知道青衣島是很大的啦，其實原來它對上呢右上角呢以前呢是有一個叫牙鷹洲的，即是一個地方的，就正正是因為填海發展它就沒有了，即是沒有 了個島咯，即是島它沒有了個邊界嘛，即是成為了青衣一部分，它就沒有了。我就將 我發覺香港是有19個的，我就將這19個冇咗嘅島咧，咁就因即係如果對比起而家係冇咗啦，咁當然喺幾十年前佢仲喺度啦。咁而家嚟講佢係冇咗嘅一啲島，咁我就即係將佢變成一句句子，咁好似好似有啲似判死刑咁樣嘅感覺嘅。其實係有啲 sad 嘅，即係我都聽到啲朋友講話即係見到呢句之後，好似好慘咁啊！即係大家都冇，大家都有自己形象，有自己嘅個體，跟住而家呢個變咗得翻一句句子咁，好似好 sad 咁呢件事咁咯。咁都係一個 facts 嚟嘅，即係係啦，呢件事都係個 facts 嚟嘅。咁填海呢一樣嘢就有人覺得好，有人覺得唔好啦。咁但係對於島嚟講，佢係冇咗咯，即係佢有啲嘢犧牲咗，有啲係消失咗，因為發展就係咁啊。即係都想講呢樣嘢咯。咁係啦，講起地圖咧，咁我個人就都幾中意地圖嘅。咁有時你哋可能大家都會去旅行啊，即係你去旅行咧，你唔會唔睇地圖噶嘛，一定會睇噶嘛。如果唔係，你一定會蕩失路噶嘛。咁好多時你睇一個地方，你認識個地方啦。咁因為睇地圖，你就知道咗嗰個地方嘅一啲故事，或者佢係點咯，
你會認識咗嗰個地方多啲咯。咁係啦，就係咁咯。咁咧誒，咁我啱啱所講嘅嗰個有啲地方有啲島冇咗啦。咁其實係啊，想之後嗰 part 係講咩咧？就係講呢樣啦。咁大家咧喺地呢幅相裏邊咧，你會見到兩個地圖嘅，一個係新嘅地圖啦，一個係得翻條線嘅地圖啦。咁咧，我將兩邊拍埋嘅時候，發覺咧，咦喂，我見到譬如呢一個係咪有放大到噶？有係啦。咁你見到呢一個形狀嘅，佢就係叫做一個叫海心島。咁佢就因為填海又係冇咗嘅。咁係啦，呢個佢係其中一個咯。咁我就發覺，哎，原來將地圖拼埋一齊嘅時候，會有呢、這個，你睇到個轉變喺度咯。係啦，你睇下。可能講得清楚啲係嗰個牛油，即、就、係、是、你用一個舊嘅地圖，然之後將佢擠咗個牛油紙上面啦，咁然之後就擺翻喺一個而家嘅地圖嘅上面去睇。係啦，咁所以嗰啲黑色係啦，咁重疊咗之後咧，佢嗰個黑色嘅邊界咧就係之前嘅嗰個島嶼嘅嗰邊界啦。咁然之後，所以就會睇到哦，原來我哋填海之後嗰、那個邊界、那個海岸線咁樣係啦，點樣改變咗啦？係啦，咁咯，咁你會見到香港島啦，呢度香港島啦，其實填得好緊要嘅。咁咧九龍都填得好勁，尤其是喺呢個位，尤其是深水埗嗰啲位，所以你見到好整齊齊齊噶。咁好多咁政府就話啦，填海咧就係為咗平整呢一個海岸線啊，令條海岸線更加靚啊！咁大家覺唔覺得係就自己諗啦，係啦咁咯，咁係啦，即係呢件事啦。咁於是乎咧，我就發覺，喂，原來揾翻啲咁，我就睇緊啊，咁呢十八一十九個唔見咗島，究竟原先係點嘅咧？咁我就揾啲資料啦，咁我就做咗一系列嘅作品啦。咁我開始嘅時候就去咗去了這個佛堂州啦，去了佛堂州還有現在的將軍澳，我就去了這個幅相裡面見到的那兩紅色那兩點的位置，那我就去了那裡就拍了兩張照片。那一張照片就在左邊，一張照片在右邊，那他們原先就分開的，那現在就拍完了。那我就其實就想將呢一件事咧，用相用並置嘅方法咧，將嗰件事再次重現咯，係啦，咁兩個人夾硬拍埋咗一齊啦，咁中間嗰個就係我自己嚟嘅，咁我就去咗嗰兩邊，咁就做咗個手勢啦，見到好似即就嚟掂到過去啦，咁但係其實兩個係爭好遠嘅，即係佢仍然得，因為在於地理上嚟講，佢哋仍然係一個分開嘅地方嚟嘛。咁係因為填海，佢哋先至一齊，即係拍埋咗一齊啦。咁係就係想帶出呢個 concept 咯。咁所以係幾 conceptual 嘅呢個嘅。咁我咁我就之後去咗岩英島啦，又去咗海心島啦，同埋奇力島嗰度影。咁你見到我之後嘅就做咗六張啦，我就做咗六 set。咁每一 set 咧相下面咧都有個地圖喺度嘅。咁嗰個地圖就係、是、我呢張相可能睇得清楚少少啦。咁你見到綠色嗰度咧，就係、是、個島嘅本身；咁紅色嗰度咧，就係、是、另一個本身比較大啲嘅空間，嘅空間啦。咁灰色嗰啲地方就係填咗海嘅地方咯。咁我就揾翻呢啲地圖咧，去揾翻嗰條邊界出嚟，再變咗一個 form 咯，即係純粹一個 form 咯，即係代表一個地方咁樣咯。咁就做咗呢一個作品啦。咁然之後咧，我就將佢即係佢嘅顏色降到最低。咁究竟其實講啲咩咧？會唔會嗰樣嘢發覺嗰樣嘢好似好 silence 啊？即係其實係更加跟嗰件事更加無奈嘅感覺。即係你將嗰個顏色降翻低之後咧，就 focus 咗落除咗人之外，就係嗰兩邊個空間究竟係一個點樣空間？係啦，咁之後就這個作品就由之前在 WMA 那裡參加過個 opportunity 的一個攝影的比賽啦，就
有幸地可以入到位嘅。咁咁其實嗰陣時阿 Leslie 啦，都係嗰個 curator。咁喺佢身上，佢都即係俾咗好多意見喎。究竟點樣 present 呢個作品？咁佢都覺得其實即係提議會唔會其實啊真係佢自己都覺得黑白係比較好啲嘅。即係我佢講呢件事。咁但係都有啲朋友講話彩色好啲嘅咁啦。咁我覺得佢好似彩色講嘅嘢同黑白色講嘅嘢唔同啦。即係彩色講嘅嘢仍然係好好似係比較現在少少嘅，即係再現在少少，同埋你係會睇到嗰個環境係點咯。即係而家嗰個環境幾咁壓迫，幾咁唔同，係點樣平民性？但係當佢黑白色嘅時候咧，嗰、那個暴力感就出咗嚟啦，即係嗰種好無奈啊！即係停咗喺度咁，跟住然後就凝固咗咯，個時間上都凝固咗咁樣咯。即係我諗黑白都有呢、這個。我諗其中一個好似你頭先講黑白相點解做營造到呢個氣氛，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個人觀感啦，就係因為通常黑白相就係比較我哋以前舊啲嘅未有彩色嘅世界之前，即係影相係由黑白相開始。咁所以有時我哋睇黑白相都會有嗰種好似睇緊一啲舊相嘅感覺。咁然之後就係可能因為咁而更加睇得出，可能個時間嘅流逝，就因為依個時間嘅流逝，令到依一個填海嘅事件發生，或者令到依個事件依、这個令到佢嗰、那個倒敍嘅唔連結變成連結埋一齊嘅嗰個發生嘅嗰個感覺更加強烈咯，好似。咁同埋，因為始終黑白可能你冇咁易俾嗰個顏色咧去搶咗你個 focus 咧。嗯，即係你當你影其他嘅物件嘅時候，佢其他顏色可能你就會哦睇咗成個城市嘅環境或者個風景，而未係好聚焦可能你想帶出嘅嗰個邊界，你想聚焦嘅。雖然即係好明顯你係有嗰、那個body language。有嗰個指向性去連接翻兩個風景埋一齊，但係始終可能有其他顏色啊風景嘅時候咧，就可能就冇咁突顯到出嚟咯。係啊，係你講得啱，就係講嗰幾樣就會有哦。突然之間，原來即係我自己就唔係好識影相嘅，坦白講。但係就所以呢幅相咧，我覺得俾我影多次，我相信會更好嘅。咁當時我諗都係一個比較新嘅嘗試，因為你本身都係即係繪畫出身啦，即係依個 media。咁然之後你都係嘗試，因為你透過依個 project 嘅呢一路嘅一個 development 嚟去猛咁一路揾唔同嘅資料，開始留意到最由留意到最開始發現哦，原來有啲到最消失，然之後更加令到你想更加做多啲 research， 更加去做田野考察，去睇翻哦當時嘅嗰個邊界位究竟喺邊咧咁樣。咁與此同時，我哋咧有一個現場觀眾朋友 Kelvin 咧就有問一個問題嘅。咁咧佢就問I wonder if each of these photos is present as one in one frame or two in separate frame。佢咧就問咧你當時去展示依啲相片嘅時候啦，其實依兩張嘅相片，你當時係一齊去裱起去變成一個相片。去 present 啦，定係你係分開咗兩個畫面、兩個frame 咁樣去擺埋一齊。我係變成一張相嘅。嗯，係啦，因為我覺得佢係一張相嘅時候就更加表現到佢而家呢個狀況咯。嗯，就因為佢哋而家本身係兩個唔同嘅嘢嚟噶嘛，應該。咁我唔好意思，我可以 show 少少 ，show 一張相係嗰陣展出嘅時候。那個 frame 可能會清晰少少，等等呢張。加插一下先，有個樣，你 ignore 咗我個樣就得噶啦。嚇，係咪見到啦？見到，我見到。係啦，呢個嚟嘅。咁你 ignore 咗樣就得噶啦。咁就係佢係一張咯，佢係一個 frame 嚟嘅張相。咁就係啦，就係咁咯。嗯。同我見過。系阿生你讲，我有啲好奇你选址嗰度咧，你咪point 咗两点出嚟嘅，你 point 嗰两点系你有做过 site visit， 你觉得嗰两点系最有 contrast 啊，定还是你特登拣两原本嗰两个岛之间嗰两个地方最近嘅嗰个位置去作为你选取嘅地方咧？哦，呢个好问题啊，其实
好搞笑噶，我覺得呢一件事咧，即係除咗相之外咧，個經歷都好搞笑。咁我有一次咧就係、是、去就係、是、exactly 去呢個佛堂州啦。咁嗰度係填即係一個填海區域嚟噶嘛。嗯。咁咧我就走去嗰條邊界啦，諗住咁點知入到去咧，因為嗰陣時星期日啊。咁原來 suppose 咧嗰度將嗰個工業區咧係好多嗰啲泥頭車啊，運啲垃圾啊，運啲工業垃圾啊咁入去嘅。咁但係嗰陣時星期日就冇。咁我就唔知啦，咁我就搭的士入咗去，咁佢又冇人接喎，因为冇人啊嘛。点知入咗去禁区咯，即系我系真系入咗去禁区，俾人闹咯。你做乜嘢出翻嚟啊？你做乜嘢？呢度唔俾人入嚟嘅咁咯。即系我系劲惊，跟住就冲出去啦。因为嗰个系边境嘅禁区定还是因为佢系唔系边境禁区，系俾人入，因为佢好危险啊！即系你系要有工地址嗰啲先可以入啊。因为入面本身是用来堆填的，你不知道会不会突然间有架垃圾车在你隔离经过，然后就哇射晒啲垃圾落嚟，好危险嘅。嗯，咁嗰次下次去考察田野考察，记得要小心啲喎。咁系啊，即系谂住揾嗰条边界，因为都嗱，你问你讲得啱嘅，其实你边一条边界都得嘅。即係沿住邊個邊界都得，但係有啲位係真係去唔到嘅，即係因為佢填咗海之後咧，佢可能係已經係一個民居，或者佢已經係一個攔住嘅地方，又或者甚至乎啱啱我去嘅嗰度已經係一個工場，即係人哋填緊海啦，已經去唔到啦。咁所以我就盡量揾嗰個位係我可以企到上去踩住嘅嗰個位咯。明白。係啦，因為我諗翻頭先嗰啲相，Wanda 你好似係冇咗嗰個 share screen， 所以。大家可能要 share 翻頭先個 PDF， 因為我見頭先嘅相，即係就咁從畫面睇嘅話，我覺得你又好似有少少刻意揾一啲地方係，例如有一個好明顯係一個公園，然之後隔離就係一塊比較荒地少少嘅咁樣，就好似更加營造咗嗰個對比。又或者喺畫面上嚟講，我都會覺得好似係會有少少係俾我一種應該係刻意有揾過嘅感覺，所以我就有啲好奇你係。自己在地圖上決定了那一點先，還是你是再去過那個地方，然後決定找一些比較對比比較大的地方去做這樣？我覺得對於一個大的那個是有些無意識這樣做的，而找那條線呢，我是就有故意的，是啦，但是你說，我是不是這個畫面定系嗰个画面，我又觉得可能无意之间嗰阵时选取咗嘅。嗯，咁同埋会拣啲嗰个位比较容易啲企到人咯。即系譬如中间嗰张相啦，而家喺昂船洲企出啲就已经系马路嚟噶啦。咁系啦，咁你问我系唔系有意特登喺嗰个位咧？我会拣可能比较影得多少少佢而家变成咗啲乜嘢 capture 到嗰个空间。即係譬如中間嗰個，你見到軍事禁區啦，我可能放大少少。啊，呢一個我就有諗嘅，係啦，我係特登想嗰個字入鏡嘅，係啦，因為岸船洲而家係喺一個軍事禁區嚟噶嘛，咁佢就即係我係特登嘅，有少少特登嘅。咁但係咪張張相都係咁咧？就唔係咯，即係有幾張我覺得影得唔好睇嘅添嘅，即係會好核突嘅，我自己覺得就即係好奇怪嘅咁咯。咁所以揀呢三張係我自己覺得最好噶啦。明白，所以之后系有筛选过，嗯，但系影嗰阵系有冇意识，一半一半啦，我觉得系有啲位有啲位冇咁样啦，明白，系啦咁咯，咁都系可能即系之后如果你真系有兴趣继续去 explore 即系可能消失咗嘅岛屿啊或者边界呢一个。如果你想繼續 explore， 可能即係再影啊，或者再喺嗰個位做 development 嘅時候，可能就可以再 further 去諗下，到時選取嘅嗰個風景啊，或者畫面點樣再去特別強調，可能你想呈現嘅嗰個消失咗嘅嗰個感覺。即係我諗，阿山咁樣問，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如果你嗰個 contrast 就係、是、呈現好似你咁講，而家變成一個軍事禁區，同埋佢原本嘅一個可能 natural 啲嘅一啲荒地啊，或者田野啊，或者其他嘅風景嘅時候，嗰、那個 contrast 會令到人可能更加會進入嗰、那個即係嗰個你想帶出嘅嗰個主題嘅嗰個感覺。嗯，係。同埋我又諗起，即係嗰個
原本個島同埋嗰個地方之間嗰個距離嗰樣嘢係因為你張相裡面有兩個人，其實佢應該係用手指嘗試去觸碰大家噶嘛，跟住嗰個嘅感覺又係好似即係如果講緊原本兩個唔關事嘅地方，但係你選取佢哋最近嘅嗰個位置，即係可能某程度嚟講，可能係佢哋就嚟掂到，咁然之後你就係嗰個手指咁樣連住佢哋咁樣。所以是啊，是啊，就是啦，就是这样的，那张照片就是这样的。明白，明白。好啊。都挺有一点 creepy 的感觉的。OK 的，OK 的。是啊。那我有点好奇呢，填了海的那些部分，有没有说，即是改回条街名去纪念那个岛啊，还是去。有啊，有。都有呢啲例子嘅，有啊，譬如牙鷹洲佢咪嗰個位咪變咗牙鷹公園咯，所以你見到好多時變咗公園，即係譬如最下面呢張咧，就變咗圓洲公園啊，即係佢有個圓洲仔啊嘛，係啦，佢有條路都係叫圓洲路，呢個，哦，明白，係啦，咁佢好多時都變咗公園，譬如土瓜灣咯，土瓜灣人應該好熟啦，即係嗰個海即係個海心島又變咗海心公園啦。即係又會 keep 咗嗰度有條魚尾石喺度啊咁咯，即係一個佢哋自己歷史嘅景點咁樣咯。嗯嗯嗯，係、嗯、啦，做一個紀念，一個紀念翻嗰度人曾經有呢個地方咁樣。係，明白。都幾搞笑，好似紀念碑咁，不過係用一個路嘅方法或者公園嘅方法紀念。係啊。咁跟住係啦，咁可以之後就入到去點樣？由島揾咗關於一啲消失咗嘅島，跟住然後再揾翻去一啲我現時而家其實香港有嘅島。咁啱啱講個故事就係究竟其實而家啲島仔係咩嚟嘅咧？咁我就去揾啦。咁我就去除咗去揾佢個 background 啦，大家可能唔知道有冇試過啦，即係揾一啲地方，或揾一啲島仔。我自己就揾一啲島仔嘅時候，發覺，原來有啲島仔係真係有個典故啊，即係有個口述嘅故事啊喺度嘅喎。咁譬如北果洲啦、南果洲啦、同埋東果洲咧，佢哋一齊嘅時候，佢哋係叫果洲群島啦。咁於是乎咧，咁我咧就用玩翻佢哋啲 form 啦，即係我畫佢哋出嚟。咁佢哋咧就好似一嚿嚿生物，就好似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我開始 Harry Potter 嘅時候嗰啲相啊，即係嗰啲 organic form 嗰樣嘢，即係拆嗰樣嘢，我就再繼續 develop。咁其實咧即係呢個就係咁啊，做少少 sketch 啦，即係究竟佢可以係啲乜啦？咁啱啱所講嘅就係揾佢個故事咯，同埋揾佢嘅同嗰個島有關嘅一啲嘢啦。咁你見到北果洲，我講咗北果洲先，係啦，果洲頻道先。咁果洲頻道咧，我開始咧就做一啲 collage 啦，咁就去咁畫公仔啦，都唔知畫緊啲乜嘅。咁但係覺得好似即係好似重寫嗰個島仔嘅一啲嘢咁樣咯。咁譬如果洲頻道咧，就係、是、北果洲、東果洲啱啱講嘅南果洲啦。咁其實果洲頻道咧，原來咧點解要果洲咧？係因為咧啲漁民覺得。那個島啊，好似即係你右手邊見到張相，好似一個個生果咁樣，即係近睇少少。再你遲啲有興趣可以又碌下咧，係好似一粒粒細細粒咁樣唔同嘅生果喺天上面跌落嚟生果咁樣啦。咁咧南果洲點解會好似你見到啲保齡球咁咧？係因為咧當其時咧以前英國殖民嘅時候咧，嗰啲海軍一見到呢個島嘅時候，就發覺佢一支一支啦。咁就好似咧，嗰陣時佢哋嘅保齡球啊，其實 nine pins 係個名嚟，係比較古舊少少嘅一啲英國嘅一啲叫類似保齡球嘅前身咁樣啦，就叫 nine pin。咁所以咧，佢就 name 咗呢個島咧，叫 nine pin group 啦，係啦。咁你見到北果洲咧，咁、那個北果洲就係一種叫六角柱石嘅一種物質係。去嚟嘅，咁呢個島都有呢啲咁嘅特色咯。咁我就將佢變咗做一啲角色咁樣嘅物體咯，係啦。咁呢個第二個比較得意少少，原來就係火藥洲啦。我自己覺得火藥洲咧好搞笑嘅，佢以前咧又叫做鰲魚洲，同埋或者朱古洲。即係鰲魚咧，我就大家可以見到左手邊閃落去就係一條好似龍又好似魚咁嘅物體嚟嘅。咁係咁都係一啲。
一啲傳說嘅生物嚟嘅，咁佢就未必真係有啦。我相信一半一半啦，係有機會真係有噶嘛，你唔知噶嘛，永遠啲古生物。咁佢就叫一個呢、這個咒咯。咁點解又而家又叫火藥咒咧？嗱，而家咧係叫火藥咒嘅，點解咧？又係有嘅，又係英國殖民嗰陣，所以其實英國殖民影響咗好多嘅對香港都，即係本身佢一個朱古咒比較。九唔搭八嘅啲字，朱古你听都未听过，唔知咩嚟嘅咁佢就变咗火药咒。咁火药咒点解叫火药咒？就系因为嗰度系以前系埋藏嗰啲军火嘅，俾嗰阵时嘅军队咁咯。咁我就将嗰啲故事咧就形象化啦，就将个 combine 埋落佢个岛度，咁就变咗个角色咁样啦。咁我预示者咧就做咗炸呢啲咁嘅角色啦，系啦，咁就。有啲係誒龍珠島啦，有吉澳啊、滘西洲啊，咁誒即個集合圖咁樣嚟嘅。一開始嘅時候，即係畫 sketch， 就有少少似小朋友畫公仔嗰種咧咁咯。咁但係我去到呢一下咧，我就自己覺得有啲唔係好點樣做落去嘅，因為我畫完佢哋出嚟咁點咧，即係咁點咧，佢哋出世嚟啦咁。有曬佢哋嘅故事啦，咁之後點咧？所以我都係迷茫咗一排嘅，係啦。咁於是乎係啦，咁可以睇下睇 detail 少少呢啲先啦。咁因為咧，你會喺度睇到而家嗰個作品嘅少少偽端嘅，因為呢一啲角色咧就好 colourful 啦。咁但係咧，我就覺得佢比較似一啲貼紙咯 ，illustration 貼紙嗰啲咧係啦，咁嗰種形式嘅。咁啦，咁其實又有少少幽默感嘅，即係譬如我將交易州就變咗2KEA 啦，係啦，唔賣廣告啦，係啦，類似啦。咁我中意玩咧，我自己玩咧就玩得幾開心嘅玩呢、這個，因為可以好 free 咁去畫嗰啲自己想像，即係其實嗰個想像係可能係喺我一半，可能未必同我道好關係嘅，但係我畫咗呢個道出嚟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咦，有啲嘢可以再即係誇張少少咁做落去喎，因為係我設計噶嘛，呢個島係呢個島係我設計啊嘛，咁咯變咗係，咁所以係啦咁樣啦，咁係啦，咁我自己就其實 develop 嘅時候咧，即係畢業學生啦，尤其是初讀藝術嘅人咧，我覺得都係個迷嘅就係，咁你做到一個位咁，你究竟點落去啦？咁我就。曾經咧就中間去到一個位置就真係好迷茫嘅，咁啊於是走出去玩一啲material 嘢，玩咗炸係啲 organic form 嘢嚟，之後發覺翻，咁我就唔 show 出嚟啦，即係我覺得整得好，我都畫得好核突嘅，即係咁啦。咁但係咧發覺我中間走咗去迷嗰陣時咧，我又走咗去啲舊城市啦，咁啊舊城市去即係土瓜灣。咁去影一扎相，佢有啲建築物啊咁樣，咁發覺自己其實對地方咧係有個情意結嘅，即係好中意留意啲舊區啊，啲轉變嗰啲嘢咯。咁其實而家諗翻嗰啲島都係講緊一啲轉變嘅。咁其實我會覺得嗰個轉變係幾得意咯，咁咯。咁而嗰啲島都係一啲而家啦，而家呢刻啦，可能大家識平洲啊，識長洲啊，南丫島。但是有些島是未被人 define 的嘛，那我就覺得那個位置就很有趣了。那究竟那個地方是怎樣，其實可以有很多東西可以玩咯，還有本身的島它都有它自己的故事，但是多數都會用口傳的形式，或者有真的記錄的官方記錄，但是沒有了這些時候，究竟它那個故事怎樣下去呢？就是又或者之後的人它怎樣去知道有呢個島啦，或者有呢個地方咧，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嘅問題咯。即係我自己會諗，究竟係咯，有啲地方會消失咗，會變成點啊？佢點樣保留？有邊個會 care 咧？即係其實真係冇即係係啦，冇人 care 噶嘛，係啦。咁係啦，咁講翻正題先，係吹多啲遠。咁當我問個小插曲先。我想問一下咧，你之前咧做 research 嘅時候，即係你猛咁去揾呢啲故事，即係出嚟啦。每個島可能本身佢嘅命名啊、嘅緣起啊，或者佢嘅當中，除咗因為佢個名而揾翻佢個故事出嚟，可能都有其他嘅因素而
將佢變成一個特別嘅名字咁樣啦。咁你當佢揾呢啲故事出嚟嘅時候，可能你係透過即係大部分可能係網上面揾呢啲故事出嚟啦。咁你會覺得即係口述呢個歷史對於你嚟講，同即係因為呢啲始終係都係透過口述或者大家擠翻喺網上面，大家喺度流傳，即係你都講可能officially 嘅一啲未必會有記載嘅。即係依一啲歷史咁樣，咁你會覺得即係口述依個歷史又再經過你嘅傳譯嘅時候，繼續有依啲唔同嘅可能少少嘅因為你嘅插圖啊或者唔同嘅 modification 有依啲新嘅演變嘅時候，咁可能嗰個歷史就不斷咁樣去就不斷演變落去嘅咯。咁係啊，係啊。咁你會唔會即係試過有一個經歷，就係你有冇去過一個地方，即係你去揾翻佢嘅歷史出嚟嘅時候，然之後可能你真係去翻去嗰個地方去揾嗰啲人去傾翻嗰個歷史，即係有冇試過去揾翻即係嗰度真係原本可能喺嗰度出現嘅人，去做一啲更加即係深嘅交流或者對即係傾偈去認識多啲。因為你而家都係可能喺網上面去揾翻，即係大家喺網上面去流傳翻嗰個歷史，有冇嘗試再進一步去真係再揾翻？有去過咯，但係你問我有冇同佢哋傾偈咧，我就怕醜俾人。你連垃圾，你連垃圾區都夠膽衝入去喎！垃圾區係錯進嚟，真係唔小心衝入去。咁其實我有一次咧去長索啦，咁我有長索係有個阿婆喺度嘅，咁但係咧你覺得佢好似點講咧？好似行無啦啦行過去咧，我又行過去問下佢你係咪喺度住啊？有啲好似有啲奇怪啦，即係我。當時可能我之後會啩，但係我自己又未試過咁樣做嘅，但係我有間唔中去下，即係放下假我就會去下唔同嘅島咯，即係去睇下寫下生啊，或者感受下嗰度嘅地方嘅。咁基本上我去嘅嗰啲島九成咧都係世外桃源咁嘅，即係覺得你會覺得自己去咗個旅行，即係喺香港去咗個旅行。問我呢啲感受會大啲啊？但是口述呢你說得對的，而且是真的可能住在那裡的人，即是原居民呢，叫那就會知道多一些，我想可能是真的下次要這樣做咯，但是就好像不是，下次你應該不是，下次你應該帶定你關於那個島畫的那個圖出來。哦，都然後就是啦，就跟他交流一下，說哇，我覺得這個島的名字很特別，然後所以我畫了這個圖出來，這個插圖出來，然後你帶起這個話題，然後可能他就說哎，傻妹，之前這裡是叫什麼什麼的，不是這個的，這樣，可能你就更加收集更加多的故事，或者送給那裡的人，就是弄一些貼紙，或者弄一些公仔，給他，送給他，你住在這裡的，這樣，這個是你的一吉祥物。還有呢，我挺喜歡 Wanda 她那些 sketch 呢，即是她會嘗試從那個形狀再去 relay 回那個一個圖案出來，咁其實佢有啲似係一個妖獸，或者係一個好似《山海經》嘅一個怪獸仔咁樣啦。咁呢樣嘢本身成個行為都好令我覺得呢件事都幾以前嘅人會做嘅嘢，即係可能當初啲人點解會叫人馬座人馬座做人馬座，可能就因為佢從啲星星嘅圖案裡面，佢可能見到有一個人馬咁樣。即係好似本身一啲地名本身都可能會同佢嘅形狀有關，即係特別喺香港一啲石頭望夫石又好，即係都會係因為佢嘅形狀而按翻啲名俾佢。跟住我覺得 Wanda 佢即係再嘗試翻從嗰個形狀，然之後再 relay 嗰個歷史，然之後佢自己 create 咗一個細嘅 character。我覺得本身呢樣嘢都已經即係好講到原本那個島的歷史，和本身整個行為都已經是很好像去追溯回以前的人會做的事情樣，我都覺得是啊，是啊，嗯嗯，是 有一個故事都挺感動，感即覺得不是感動，我覺得挺 sad 的，即這個歷史呢未必很多人知道，就是在
香港島的這個位置，有沒有記錯啊？是裸洲，是裸洲啦。咁裸洲咧係呢一個位啦。咁我之前畫過一張咧，就係、是、點樣講咧？意思啊，等等，係啦，裸洲咯，即係嗱呢個係另一張比較咁啊，裸洲變咗做咁嘅。咁你見到有個難民喺度嗌啦，咁其實嗌緊咧，嗌緊對面呢、這個。呢、这個學嘴村咧，咁咧，呢個都係相傳一個故事啦，就係話學嘴村啲人咧，以前成日聽到咧對面島啊，即係呢、这個呢、这個羅州咧，聽到啲人喺度嗌救命啊，因為嗰陣時啲難民係劈曬上去咧，冇水啦，又冇嘢食啦，咁佢哋成日就聽到嗰部啲人慘叫，其實呢件事好恐怖噶嘛，真噶，真係發生過呢件事，咁但係即係呢個就係羅州嗰個故事咯。這個就是他的歷史咯，但是但是這個是沒什麼很多人知道的，因為他那裡沒人住沒人姓，就沒人問的了，沒人問津的了，就是咯，這些這件事都，所以我都學到很多關於這個這些不同島的一些歷史。其實你有沒有去這個島看啊？這個島我沒有，我沒去過這個島，我只是去了旁邊那個蒲台咯，就是大一點的蒲台島，這個就很多時候這些比較真係少嘅島咧，你一係咧就租船，一係就參獨木舟，好似尹志聰咁。尹志聰佢去咗好多好多呢啲島，佢就自己個撐啦，佢好犀利啊！佢即係係真係好犀利，係啊咁咯，咁佢都係一個辦法嚟嘅，係如果要去啩咁咯，係啊，所以係咯，咁。香港啦，即系我对于究竟除咗网上面揾呢啲故事啦，即系揾到呢啲历史咧，究竟佢个形状，佢以前系点咧？以前嘅人又系佢点样睇呢啲岛嘅咧？咁我就揾咗呢本书叫《Mapping Hong Kong》啦，咁系一本咁大嘅书嚟嘅。咁喺里边咧包含就所有日同香港有关嘅啲地图，系啦。咁因为我嗰阵时好迷，我就走去做 research。咁于是乎咧揾到呢啲旧地图啦。系啦，你见到呢啲相嘅时候就发觉，有啲似我而家嗰啲啦，其实系嗰啲嘢嚟嘅，唔系似系嗰啲嘢嚟嘅。咁咧，呢啲就呢啲图咧就变咗一啲系 reference 啦。咁大家见到咧，呢个系新安城嘅，新安城就即系而家广东省啊，即系广东省嘅一个地图。咁里边咧就有九龙啦，你见到有九龙，有大埔帆啦，帆即系河咁解，即系河边咁解。咁咧見到大溪山就即係大嶼山啦，雞翼角你雞翼角其實就是香港嘅都係龍鼓啦，跟住右邊就蒲台啊呢啲，即係呢啲島其實喺呢個地圖都有出現過咯，即係都幾大，我自己覺得好似係主角嚟嘅添，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哋嗰陣時1810幾年咧，啲人航海啊，佢要去畫俾啲航海人去睇去認路啊，咁咯，咁平時我哋而家睇嗰啲地圖。咁旺角啊，睇嚟睇去都系旺角、銅鑼灣啊嗰啲噶啦，係咪先？咁但係而家就變咗啲島係啲主角咁喺幅地圖裏邊。同埋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咧，你以前啲人咧，佢畫個地圖咧係個元素咧係想像力好強啊！即係有人研究過呢啲地圖咧，嗰啲島咧你拼翻喺而家嗰個島啊個形狀咧係好似嘅，係啦。咁佢哋就好用意境去。去有意境的味道咯，即系啲地图里边有意境的味道，唔系讲紧呢个岛同呢个岛相隔500米、5000米咁咯，即系因为而家嘅地图好 functional， 佢唔理你靓唔靓啊嘛，佢就系要你 exactly 喺嗰度就嗰度，你错少少咧你就唔得噶嘛，系啦咁咯，即系偏向西方少少咯，系啦，即系 even 系再早期啲嘅时候嘅西方嘅。關於講香港的地圖啦，我不講外國啦，香港的地圖都係已經係一嚟就係一啲好 functional 嘅講地形嘅嗰啲地圖咯，係啦，咁樣咯，咁之後呢張就係我 exactly 係喺即係 BA 嘅時係啦 ，BA 讀 BA 嘅時候嗰一張畢業作品，即係而家嗰張畢業作品嘅一個 reference 係啦，咁見到咧係香港係香港，香港係一個島啦。系啦，咁唔知点解香港一个岛嚟喎，但系隔篱咧又系香港岛嚟喎，即系香港岛系出现咗两次嘅，即系所以系唔 make sense 嘅。但系我觉得唔紧要，但系我觉得系好靓咯，即系我觉得佢好得意咯，
佢唔需要解釋得，即係唔需要好解釋嘅。你會覺得好有趣。我自己會覺得睇嘅時候會，哇、哦！葡萄係咁樣，跟住一嚿石咯，變咗嚿石咁。係啊，咁咯。咁原來以前嘅其實琵琶洲就即係而家嘅龍珠島咯，即係都會有唔同咯。因為揾歷史背景嘅時候就發現呢樣嘢啦，即係尖沙咀啊，跟住其實屯門啊呢啲全部成件事係調轉咗噶嘛。我哋睇係屯門喺上面噶嘛，即係新界上面，佢新界就喺下面調轉咗咯，係啦。咁我將嗰陣時就同Ivy Alex 佢哋去傾啦，咁佢哋都俾咗好多意見我嘅。即係都有好多 ref， 即係 guide 住我哋去做啦。咁我覺得啊，你試下啦，會唔會有啲嘢可以reference 到啊？會唔會有啲嘢可以變到係你嘅嘢啊？咁其實啊，又可以用得翻嘅喎，嗰啲我嗰啲角色。咁啊問，即係問題嚟啦。咁嗰啲角色咁小朋友咁嗰樣嘢咁現代啊，同而家呢一個咁舊嘅地圖佢。有咩關係咧？咁於是乎就試下去畫啦。咁就呢幅圖咧就好豬，好蠢豬嘅。咁就學嗰幅圖，即係第一就係將嗰啲咁 colourful 嘅一啲公仔變咗做一啲用 ink 畫嘅一啲公仔啦。咁然後又將嗰幅地圖嘅擺落去呢幅圖度，所以成件事好蠢嘅，都畫得唔靚嘅。我自己都。Art School 出身嘅就係冇呢個水墨嘅背景啊，咁就唔似中大同埋浸大咁會有ink 嘅堂去上嘅，咁但係當然啦，你可以出面上嘅，咁唔係一個限制嚟嘅，咁於是乎就自己去畫啦，自己去了解係咩嚟噶，咁可能又睇下戒指圓啊，咁啲線嘅輕重嗰樣嘢啦，就要研究嗰樣咯。咁於是乎就再 apply 翻，不如直接 apply 翻落去啦。即係點解要自己重新畫咧？係咪先？咁就擺落去咯，即係擺落去個地圖度咯，將嗰啲角色咁就逐個畫好佢，畫得 fine 少少，靚仔少少咁樣咯。咁呢一張就係第一張嘅試驗品嚟嘅。咁係啦。咁之後咧，再畫嘅時候咧，咁我就揾咗一啲係咧，你冇講嘅，我都好少睇啊！而家突然間，我就攞咗一啲。叫做扣皮紙啊，即係唔係你見到嘅嗰啲白紙白雪雪咁樣，咁啊扣皮紙一個特色就係佢顏色就好似好舊咁嘅，咁我係故意特登攞翻呢一啲紙出嚟，即係揾呢啲紙嚟用嘅，咁就想做翻嗰種復古，好耐以前啦，嗰張地圖就咁噶啦，嗰個效果嘅，咁係啦，咁就係比較 raw 少少去講嗰件事咯，咁去到呢一幅地圖嘅時候都已經係講緊好多少少噶啦嗰個。即係手法啊嗰啲，但係當然我好多有好多進步空間啦，仲有係啦咁咯。我有啲好奇嗰啲工即係你自己嗰啲嘅島咧，你係按翻以前嘅嗰種中式地圖嘅邏輯去擺落去啊，定還是你係按整體個構圖自己擺落去噶？我覺得我係用整體個構圖嘅。即係其實佢分得好平均嘅，即係某啲位佢，呢個喺左邊，嗰個喺右邊咧，就根據翻佢真係大概而家喺香港邊一個位置去放咯，就唔係譬如而家我哋睇嗰個地圖咧，最右手邊咧應該係蒲台嗰啲嚟嘅，咁調翻轉咧喺左手邊嘅時候咧，咁佢就係即係調轉咗嘛，咁佢就會喺左手邊咯。哦，即係都有少少跟翻以前地圖嗰個 logic 咁樣。是啦，都有的，都有的。但就加了我自己一些元素，譬如你会见到有条桥呢扔了那边右手边的大豪山，其实那边就是大屿山来的。明白明白。梅果啦，你见到梅果即是梅窝。是啦，那就扔了一条青白泥过啦，跟着中间有些船呢就是一个天星码头啦。是啦。跟住係咯，都見到你加咗好多唔少嘅現代元素，入係啦。咁東龍島咧個有個直升機屏，咁我畫個直升機落去啦。係啦，咁近遠少少公海嗰邊係有啲貨櫃船嘅，咁我又畫埋啲貨櫃船嚟漂下漂下。咁其實都有啲古船嘅，其實呢一隻船咧走音啲唔好意思，係有少少似而家咧，係你喺
尖沙咀係啦，尖沙咀嗰陣時咪仲有啲攬係復古嘅嗰啲俾遊客嗰啲船嘅嗰種嚟嘅，原來係哦，即係佢係真係嗰種嚟咯，即係佢係 refer 翻嗰陣時嗰啲船咯。咁呢一隻船就真係喺嗰個舊地圖都有出現過，哦，咁而家都有出現嘅嗰啲船嘅咁咯，係啊，係啦，就係咁咯。咁 graphic 裏邊我就將兩幅圖咧就拆咗去三，拆咗做兩幅，唔係一幅。長咯，拆咗兩幅，跟住然後咧，仲有一幅就零零丁丁。咁其實佢哋都係三個睇為一嘅，我覺得，因為佢咁多個一齊就係一個香港，係啦咁樣。咁呢一幅圖就啱啱你都見咗耳熟能詳，其實就係嗰幅我唔開啦，係啦，我唔開啦，即係大概都係嗰個樣係咁樣咯。咁可能變嘅就真係啲島啊，可能我會畫咗少少個。杯道山有个禅师，唔知点样飘过去，同佛堂洲嗰个佛堂有啲关系咁样。呢啲我自己想象嘅咯。咁大致上咧，新安城嗰啲我就冇乜点改嘅。咁所以嗰啲地方系旧嘅，但系嗰啲角色就系现代嘅咁咯。系啦，现代加落去嘅咁咯。咁系啦，咁呢个系毕业展喺 Art Center 嗰阵嘅时候。嗰、那個相啦，係啊，咁我當時都有擺咗呢三張啦。咁然後最左手邊嗰本書咧，都係又係佢嘅，係啦，係啦，又重新再出現翻嘅。咁仍然好有趣，就係都覺得有人睇掀完佢哋嗰個驚訝，覺得都開心咯。即係佢見到係嗰個開心係，咦原來。哇！原來呢個香港島係一個島係咁嘅咁，即係有啲島係咁嘅咁，即係見到啊！原來呢度係邊度？原來嗰度係邊度啊？即係聽到呢啲會覺得好得意啊！即係好似你重新去認識香港呢個地方咁啊！我自己都覺得認識多咗香港嘅另一面咯，係啦，因為係咯就係、是、咁。即係究竟香港自己有啲咩特色咧？即係自己呢個地方有啲咩特色？即係。本土嘢，即系而家都系讲紧本土呢样嘢噶嘛，即系可能以前就讲全球化啦，讲紧人哋嗰啲嘢点入嚟自己嗰度，即系俾外面嘅影响。咁究竟自身你有啲咩系值得去留意，或者有啲咩系我哋自己嘅咧，系香港自己嘅咧？咁系咯，我自己觉得多咗认识咯，系。香港人究竟幾認識自己呢個地方咧？咁都係一個問題，係啦。咁再之後咧，我就將佢咧就重表過，因為表畫上面就有啲出咗問題嘅，咁係啦，咁冇辦法，咁於是乎就補鑊啦。咁你見到其實係有少少撲氣嘅，係啦，即係唔係咁理想啦。咁之後就要重表啦，咁就重表翻落去呢個卷軸上面，咁就係呢一張相啦。咁我就將其中啱啱呢左邊嗰兩張咧拍翻埋一齊嘅，咁係啦，咁係啦，有個師傅都好犀利啦，咁我唔知應唔應該講啊，呢個師傅好傳統嘅好犀利啦，叫文 X 流，佢都好多人識嘅，係啦，咁係我知，咁佢係真係好勁啦，佢啲佢嗰個即係佢個表法啊。咁好多中大嘅都跟佢嘅，咁所以有興趣可以了解一下。咁即係反而有興趣想知點解一開頭即係你都即係特別想沿用翻之前嘅嗰、那個舊時嘅嗰個清朝啊，好似嗰個地圖嚟做你依一個出發點去畫依一個地圖嘅嗰個 form 啊。或者個分布啊，你就有參照嗰陣時嗰個地圖嘅時候，咁既然成個 presentation 即係咁近似想話講話係一個舊嘅地圖嘅時候，點解之前冇諗到用依一個表嘅方法去呈現？你意思係用畫落呢幅地圖嘅方法，定係表嘅方式？表嘅嗰個方式。因為你連個紙張你都咁講究話用翻嗰個扣皮紙啊嘛，咁我就有啲 surprise 啊！你又用得扣皮紙去呈現一個依個舊嘅感覺，但係你又唔點解唔用埋而家？即係而家表咗，我就覺得真係成個 presentation 就完美翻，係緊扣翻你嗰個感覺。上一個一張係比較似西式，
係啊，上一個 exactly 係西式嚟嘅，佢係 mount on canvas， 即係喺木框上面嘅。咁其實嗰陣時想做嘅嗰個效果係咧，我係想佢浮起啦，即係我個畫面啦。一開始其實睇呢幅畫圖嘅作品嘅時候，我係想佢浮喺個牆上面嘅，即係我唔係想佢一個卷軸嚟嘅，即係我最開初啦。嗯，因为觉得好似嗱，又系地图，咁又系嗰件事，好似又好似重复咁样，好似已经系嗰样嘢嚟啦，又用翻个方法咁嘅，即系我开始嘅时候系有谂过呢啲问题，咁所以我就想佢浮咯，即系张纸就一张纸，质根咧烂茸茸嘅，即系系啦，咁然后就即系你唔想表实佢嘅，你想有嗰种好似飘下咁嘅，好似执到个旧地图翻嚟打开睇嘅嗰种感觉。系啦，我想咁样嘅，最理想系咁嘅。咁但系之后发觉唔得咯，唔得咁条边唔靓，咁我咪要包翻住佢，所以就有啲失误喺度嘅。咁但系学咯，咁知道咗原来系咁咯。咁我都系第一次表畫第一次知，原來中國畫係即係真係用翻傳統呢個方法，或者係真係要諗得好仔細咯。同埋係咯，咁咯，即係都係一個教訓嚟嘅咁咯，都係一個學習嚟，一個學習咯。你試咗而家有兩個 comparison， 你見到個對比，你就知點解要沿用翻即係一個卷軸嘅方法。好似我覺得卷軸有卷軸嘅佢出嚟嗰種係效果。如果一開頭我都有諗，會唔會係因為你始終入邊你嗰啲插圖啊，你加咗依啲比較現代化你自己想像出嚟嘅依啲圖嘅形狀啊，你去玩依啲 form 嘅時候，我諗緊，咦，你係咪又係想帶一個現代啲嘅感覺，所以你先咁樣去表嗰、那個那個圖咧咁樣？所以我都有想，即係會唔會係因為咁，所以你就用翻一個現代啲嘅方法去表咯，一開頭。你而家係啊係啊係啊，我開始係咁諗咯。嗯，係啦，所以之後再變翻做卷軸嘅時候，佢完整咗嘅，我自己都覺得佢完整咗嘅。咁同埋點講咧？佢而家變翻一個文獻咯，即係佢變翻一個 archive 嘅感覺。即係好似 rewrite 咗個歷史咁嘅少少，嗯，係啦，咁咯，咁都係我本身想做呢件事嘅嗰個原意嚟嘅，所以都夾嘅，只不過係感覺好似冇懶係型咁啫嘛。但係而家都係，只不過係 combine 咗兩張啫，但係都仲有一張係未擺。嗰張會係我唔會擺佢嗰張，嗰張我係會佢獨立嘅，應該係會獨立存在翻。用翻呢個 approach， 即係 approach 咯，會。嗯嗯。點解另外嗰張會？因為嗰張其實佢本身都係一個獨立噶嘛。哦，係。係啦，所以成日再畫咧，如果俾我再畫多次咧，我會畫一幅係可能係自己去重新去畫翻嗰個線條啦，即係嗰個香港個島，究竟點樣延伸落去啊？又或者佢再大啲咯。即係嗰個大唔係淨係限制喺呢一個 size， 嗯，係啦咁咯，再多啲擺落去咁。咁但係都有另一個人，即係都有另一種講法或者另一種睇法，就係咁而家你有翻一個叫做翻 object 啦，我哋叫成日都好興噶嘛，即係你喺一啲已經有嘅嘢上面做一啲改變啊嘛。咁等先，係咪拎咗機？哦，少少。係啦，咁。咁如果喺上面再改一啲嘢，嗰、那個意義又唔同咯。即係由零開始去做咧，又係另一種嘢嚟嘅。咁、那、嗰個係一個比較似一啲砌嘢咯。咁講嗰種表達嗰種又係唔同咯，係啊，咁樣。嗯，同埋即係我又想問多少少關於 research 嗰啲嘢咧，就係、是、有冇話你 research 嘅時候有一啲島真係完全揾唔到任何資料？應該都有噶，多噶，多噶。啱啱講嗰200多啦，其實講緊你真係揾到資料，或者你係有企都上去啦，企都上去，我諗真係一半都冇噶。係，唔係有嘅一半都有嘅，可能真係一嚿石咁咯。咁但係講緊係有歷史嘅，我自己揾過。都唔過100，即係都唔過70，都唔過70。嗯，
同埋佢係即係歷史嗰啲就會擺咗喺呢幅畫裡面，即係會唔會都係篩選過一啲咁？有嘅，有篩選過嘅。嗯嗯，係啊，有啲係真係揾唔到嘅，即係可能得個名嘅啫。明白明白。係啊係啊，咁咯。咁咯，咁所以誒呢個就最新嘅表法啦。如果誒賣廣告時間咧，如果有興趣，咁咧就可以去呢、這個誒、出爐展啦。咁出爐展就係、是、有標啦，同埋有浸大啦，仲有香港藝術學院嘅每個學院有十個畢業生，仲有內地嘅美院啦，同埋台灣嘅美藝術大學嘅。嘅畢業生一齊咧就有咗呢個聯展嘅，如果你哋有興趣咧可以睇，咁就去到23號，咁就唔使買飛嘅，直接去就得噶啦，咁就10點去到8點，大會堂低座，咁如果有興趣都可以去啦，咁呢一張作品咧就喺嗰度都會睇到嘅，係啦，就係咁啦。咁再講翻少少而家個 development 啦，咁。我再做下去的時候呢，咁而家咧就可以 show 少少，因為呢個是 studio visa 啊嘛，咁我就 cut 咗係見得人嘅嗰個位俾大家睇，有啲亂啦嚇，冇執未有執啦，咁但係平時就係咁啦，啲嘢就係有啲亂中有序嘅，我自己個玩法係，有啲人就超亂嘅，有啲人就超整齊嘅，我就係中間射米啦，係啦，咁可以講少少啦，我大概咧其實。因為都覺得自己嗰個筆法啊、揸筆啊、同埋研究呢個水墨方面都有好多，真係有好多空間啊！咁我於是乎我就自己去再去啱啱阿山講嗰個《山海經》啦，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 reference 嚟呢本啦、啊。賣廣告先，咁其實裏邊咧有好多啲公仔啊，即係如果有興趣嘅人，其實都可以買本嚟儲啊，覺得好得意。係咁係。咩天馬行空係點嚟？原來真係有隻天馬嘅咁咧，咁啦，咁佢真係有隻天馬嘅，係啦，係啦，唔係土吹嘅咁。跟住我就將咧，講翻正題先。咁我將有啲元素咧，就將佢令到我自己嗰個本身生出嚟、砌出嚟嗰個角色咧，再 detail 啲。咁嗰個 detail 咧，可能係畫法上啦，係可能係一啲線條上面更加精細少少咯。系啦，咁我就练紧呢样嘢去挖掘紧，究竟有啲咩岛又可以个角色又可以攞到啊某啲元素喎，咁咯，系啦，咁就去画紧呢一啲啦。咁第二方面就试紧啲 abstract 嘢咯，咁就系将一啲除咗系一啲 emotional 少少嘅，就系另一啲将一啲瘦嘅一啲 pass 啊，同埋一啲大自然嘅元素去将佢哋 combine 埋一齐啦。即系而家呢个大概就系咁啦。系啦，而家再 develop 落去就係咁啦。咁我都會想去做細啲個，即係仔細啲啦，唔係講 size 啫，即係仔細啲嗰個角色係可以點樣去發展啦。即係譬如而家見到火玉周已經係有翻啲鱗片啊，咁咯，有翻多啲鱗片啊，跟住條魚尾係點樣啊？咁原來《山海經》嗰啲即係大師佢出嚟嘅一啲筆法啊，即係其實有啲古有啲嘢嘅。即係有啲嘢，嗰嘢唔係講緊呢啲嘢，而係嗰啲輕重其實都好好睇啦，視覺上係啦，就係咁咯，就係咁啦。咁我大概係咁多啦。咁除咗即係你都頭先一直都講啦，因為即係你本身可能水墨嘅嗰個訓練啦，未必有咁多啦，或者未必真係有真係學過水墨點樣去畫啊，或者點樣去做嘅時候啦，所以你都係嘗試用翻一啲reference 嚟幫助自己去畫依一啲插圖啊，畫依個作品出嚟啦。咁但係你有冇諗過直情跳脱地？拎走依個水墨嘅依個框框，直情即係因為你之前一開頭畫依個插圖嘅時候，你都係用自己一路 sketch 開始，然之後再自己再用拼貼嘅方法將唔同嘅風景拼埋一齊，然之後又再 develop 變成一個可能因為故事出發而你再加自己想像出嚟嘅一啲自己畫嘅一啲圖案啊，然之後再由嗰、那個島嘅形狀啊，再加埋入去去做依個聯想，去畫依個形狀出嚟。咁其實依度一路個 development， 其實你又再翻翻去水墨嘅嗰個框架入邊，
去同自己去畫喎。咁我就喺度諗，其實你一路 develop 嘅時候，咁其實如果你再去跳出水墨呢個框架，你有冇諗過可能真係又翻翻去用翻 sketch 或者 painting 嘅其他方法去畫翻呢一個 form 出嚟嘅時候，咁就你就唔會覺得自己咁好似限咗喺個 medium 上面咯。即係我覺得你繼續，即係因為你對於水墨呢樣嘢，因為你可能睇《山海經》又好，或者你繼續一路去develop 又好，可能你真係對呢樣有興趣嘅，我覺得係 encourage 你繼續去學習嘅，繼續去跟呢個路線嘅。但係同時間，我又覺得如果你當呢個變成一個 limitation， 令到你覺得哦，因為你要好即係花一啲比較長嘅時間再去諗嗰個線條啊，或者點樣去deliver 到可能你想帶出嚟嗰、那個故事出嚟嘅話，咁變咗會唔會係直情轉變唔用水墨呢一個呈現方法，更加可以？即係嘗試去跳出呢個框架咁樣，我係會諗。嗯哼，因為你嘅插圖，即係一開頭咧，中間咧，一開頭咪有一個好 colourful 嘅插圖，你真係咁多個唔同嘅倒序，你真係畫咗一個可能你想像出嚟嘅一個形態啊，即係有啲真係好卡通化，真係好有趣嘅一啲形態。其實嗰啲已經可以 stand alone 變成一個。即係插圖而再 develop 另外一個發展嘅模式咯，我會覺得係啊，都嗰、那個位都幾即係點講咧？因為嗰個位都幾得意，其實因為嗰個位係我最開初嘅時候嗰樣嘢嚟噶嘛，嗯即係好核心噶嘛，因為你不嬲我自己就係好多時就係啲嘢喺中間，跟住慢慢咁樣散開噶嘛，咁而家開到好似去咗邊邊咁，咁而家就翻翻喺中間。其實你問我，我有諗過。嗱，即係唔知點解啦，我會覺得嗰啲係貼紙嚟嘅，唔知點解，因為我之後咧，我係直情剪到佢咁嘅，因為等先喺咩度嘅，我係總之剪到佢咧，啊喺呢度，要揾一揾翻出嚟添。等下先，我拍，我放咗喺邊咧？放咗喺呢度好似。喺 studio 好就有個好處就係、是。即刻揾佢出嚟。啊，喺度。咁我哋之後咧手痕啦，咁我剪到佢咁，好似小朋友學習卡咁咧，咁咯。嗯。呢啲啊。係喎，但係如果佢真係變大咗，如果佢真係係一張貼紙，其實都 OK 嘅喎。定還是你覺得，定還是你覺得可能都係擺翻喺 canvas 上邊會係最適合你咁樣？嗯，其實你問我，我寧願佢係貼紙咯。我唔知點解，我覺得佢好得意咯，即係，佢係另一種方式去睇呢啲島咯。係啊，係啊，係。同埋尤其是即係你頭先一路講，即係因為你去揾呢啲故事出嚟嘅時候，即係你一路收集翻呢啲可能口述或者網上面流傳嘅歷史嘅時候，咁你點樣又將呢啲繼續去傳承咧？即係當然，我喺你嘅作品入邊，我見到呢個形狀嘅圖案，我都會覺得哇！即係我都會喺度諗，哦，原來呢個嘅形狀，原來真係嗰個島嘅形狀 relate 翻去佢本身嘅命名，或者真係咁樣繼續去聯想喺度諗翻，哦，嗰、那個島嘅名係點樣嚟咧？或者咁樣去繼續去追溯。咁但係同時間，因為始終喺個作品呈現入邊，我未必知道咁多故仔。咁、然之後就喺你嘅呢啲貼紙度，咁可能喺呢啲貼紙嘅背後，可能你再有其他嘅周邊嘅其他嘅論述，然之後再加埋可能變成一個可能一個口述歷史嘅一個係啦學習卡啊，或者一本好似你之前整緊一個名字一個故事咁樣，你整翻一個你整出嚟嘅一個 illustration 嘅一個，係啊，我覺得都會有趣。有老師啊，都建議建議過咁樣做嘅。同埋，因為你都會有興趣，即係都知道你而家可能喺一個 community 嘅一個 arts 嘅機構度做啦，咁做緊一啲關於社會，即係社會嘅群組、社區嘅藝術嘅事啦，咁就更加好似更加貼近可能你有興趣嘅依一個方面咯。
即係你更加可以透過你嘅作品去令到社區嘅唔同嘅人去認識，可能你揾翻嚟嘅依一啲嘅 research 可以 connect 翻佢哋咁樣。嗯，係，我覺得都可以諗下。然之後 Mickey 都有話可以做成 Pokemon Go 嘅玩法，然之後可以整個嗱整一個 game 出嚟。我哋去翻唔同嘅岛去捉，我嚟紧呢个礼拜要去边一边个岛去捉翻嗰一只妖怪翻嚟咁样。有谂过，有谂过咧，曾经有即系想象过咧，系呢个用呢个 Google Map 啊，用翻呢个 Google Map， 即系好似系 Mickey 啊，即系 Mickey 系我哋其中一个 studio 一齐租 studio 嘅一个 artist 啦，佢都系。咁我哋都會傾好多呢啲嘅，即係會傾啦，即係所以覺得租 studio 嘅時候，有其他嘅同學仔啊，即係 artist 去，即係傾嘅時候都有幾多呢啲想像。咁佢好似佢都有講過話，係去做翻喺嗰度類似編翻我呢個角色咁，即係一個方法。嗯，即係啲人去到嗰度嘅時候，或者揾嗰度嘅時候，啊又會揾到我個公仔喎，或者。見到我的張相或者咁樣類似，因為我自己都是用這個方法 去了解那個島嘛，那自然有人就會 search 什麼是果洲群島或者什麼是東龍島，是都是一個方法。好啊，大家有沒有其他觀眾會有些問題想問 Wanda 呢？阿珊都可以看看你有沒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繼續問 Wanda。 整個路牌 Mickey 說都是啊，還有我記得現在好像 Google Map 呢有一個 function 呢是可以自己加不知道 description 還是不知道加相的，其實好像是可以自己加上去的，在 Google Map 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嗯。可以。可以。是啊。嗯。Mickey 都說閒山見到那些資訊牌。是。咩唔系好兴咧？有啲咧山头咧，嗰啲飞鹅山啊，定唔知咩山咧，咪会见到佢会成个半岛咁样，你会见到哦，前面系边几座山或者边一个地标咁样嘅。然之后，你意思系嗰啲牌嗰啲？系啊系啊系。系咪系？唔好讲啦，讲出嚟呢件事就犯法。我谂到啲咩啊？唔系，可以谂一个牌出嚟咁样整嘅，我哋系唔系垃圾？唔系，俾多啲资讯人嚟啫，我哋系啊，资讯啫，冇错，系好啊。同埋，我觉得即系始终口述文，即系呢个口述故事，再加埋你自己个 imagine。嘅嗰個形狀出嚟咧，就加添咗一個另外一層嘅趣味咯。始終，即係譬如我真係就咁睇果洲群島，即係我可能都會聯想咧，果洲群島即係咪即係有好多水果啊？或者即係可能我自己都會喺度諗，仲有啲咩嘅繼續嘅延伸咧？咁但係當然唔夠你揾嘅嗰啲 research 咁詳細啦，知道咁多資料啦。咁但系同時間，即係可能都會有好多人都會繼續想知道多啲咁樣。嗯哼，尤其是係而家呢個環境係大家都想揾翻即係香港個定位咯。嗯，即係同埋都多樣行山嘅。我覺得呢幾年係咯，即係唔知係咪啲旅遊節目定係疫情咧？咁係會即係留翻起呢個地方嘅時候，就會 explore 多咗咯。但也挺有趣的，就帶給其實調回轉都帶來一些不太好的影響，即可能留下很多垃圾啊，明明那個島都還是即沒人的嘛，沒人騷擾它嘛，無緣無故就呼籲大家行山的都帶回自己的垃圾走嘛，
系啊，你可以整个垃圾湾咯，呢个系你 reimagine 嚟紧会出现嘅，因为已经我哋堆填居就快满啦嘛，可能嚟紧就需要一个垃圾湾，就专系变咗一个真系专系挤垃圾嘅，咁就可能警惕大家，唔好在台州已经系垃圾湾嚟噶，已经系垃圾州嚟噶，佛台州，诶，佢哋嘅未来啊，见到佢哋嘅未来，嗯。即係我覺得，即係咁樣睇個轉變都係，因為由你可能一開頭嘅 research 去睇嗰個海岸線嘅轉變啊，即係過去同現在嘅轉變啊，然之後再睇嗰啲島嶼係點樣個形狀，即係因為海岸線變成 combine 埋一齊嘅嗰個轉變啊，一路落去嘅時候，即係可能再可以加插多啲，可能你就係你一路。imagine 佢個 form 啊，一路嚟緊會點樣去變咁樣？嗯哼嗯，好喎、啊，都因為呢一個即係呢一個 studio visit， 我自己都諗多咗好多一啲我之前冇諗過嘅嘢，係、所以都多謝你。唔會啊，同埋即係而家。其實即係近年都比較大家專注做一啲可能 explore 翻，可能 research based 啲嘅或者 archive based 啲嘅一啲 art 啦，即係好似你依個 project 咁，其實都會有依個近似你想做翻一個可能關於島嶼嘅一個 archive 出嚟，即係當然唔係真係一個。好完整嘅暫時，因為你可能暫時只係揾到即係一半，可能幾十個島嶼嘅一啲故事咁樣出嚟。咁當然呢個係需要時間慢慢去 develop， 然之後再去呈現。但係即係都希望，即係你揾到嘅依一啲資料啊，冇咗啊咁樣，跟住係一個島一個 file box 可能將來有一日希望可以一個島一個 file box 裏邊，可能有一塊樹葉喺嗰度執嘅。我其實都已經做緊呢樣嘢，我呢個場所都執咗，即係執嘢咯，即係執呢啲嘅樹葉啊、啲沙啊、啲石啊、啲咯，即係我都有一紮係咁樣嘅，我係唔知點用，不過我就儲起咗咯。即係慢慢就會諗到點用，係啊，放咗喺度先，唔知拗下先啦。同埋我諗本身香港都好少人寫即係相關嘅歷史嗰啲嘢，即係你可能見得最多就係講下啲香港嘅農田啊嗰啲，但係如果你話係離島嘅話，其實都真係好少，或者都係咯，你去因為上游係啊係係啊，你去到都係見到，即係坦白講都係好似尹志聰嗰啲相咁，你就見到你自己見到嘅嗰下，就係海係沙。跟住頂多係有啲草咁樣嘅啫，同埋我諗可能即係相對地，如果真係話要真係好認真做研究，咁可能對於真係好專業做研究嘅人嚟講，可能例如真係一嚿石嘅話，其實佢哋都好難入手點樣去做。但我諗藝術又或者係一啲 research base 嘅 artwork 就係可以喺呢啲位置落手咯，即係 even 佢一嚿好細嘅石頭，佢可能係你好難揾到資料嘅，但係。即係總係有一啲位置你係可以記錄到佢，又或者即係憑住嗰少少嘅嘢都可以做到一啲嘅創作咁樣。嗯，即係用你嘅方法去鋭咯。即係其實係啊係啊，你去鋭嘅時候，你嗰把刀個個都唔同，或者個個睇嘅嗰個眼光都唔同。冇錯冇錯，係噶係噶，呢個真嘅呢個。嗯，之前係啊係啊，突然間諗起呢啲石頭咧，我係有攞去畫喺牆，即係嗰個沙灘嗰個牆上面咯，即係畫一啲 free drawing 咯，係啦咁咯，有試過咁樣做，其實都係啲好試驗性嘅嘢咯。我覺得其實有少少就係都可以分享一下畢咗業之後嘅一個心路歷程，就開始好似我覺得最唔同嘅，同我開始咧，一開始嘅時候咧，你咩都冇乜顧慮，跟住你會咩都敢試，你唔會怕錯啊。咁但係咧。去到而家呢一刻，我覺得係會冇咗或者冇咁多咯，即係會有個包袱，有少少包袱係會啊，我咁樣落去係咪真係好去到嘅咧？即係或者會諗好多嘢咯。所以我覺得即係都希望自己可以翻翻去嗰個位，即係有時而家都會諗嘅。咁
究竟我怎樣做下去呢？即除了你畢了業沒了 Tutor 去鞭策你，那誰個鞭策你？你真的自己鞭策自己了。還有，還有你做的藝術你究竟想做多久，也做到多久，都是一些會想的東西咯。是啊，即那個堅持你究竟是啊，我覺得是啊，就是這樣，即都有一些心路歷程是比較沒有以前那種那麼單純，那麼怎麼說呢，很純粹，我不知道做什麼的那種咯。是啊，但其實那種都很正的嘛，你不知道做什麼的，但是你一路做一路做，跟著好像又摸到一些眉目，跟著可能人家跟你說一句話，你突然叮一聲這樣，那種咯，那種我覺得是 最開心的那個狀態，對於我自己來說。我想都明白的，即是一開始，即是你剛剛畢業的時候，你一定會覺得一件事很不習慣，就是你好像沒有了一個老師，即是挑戰的角色，好像去練習。我聽很多人都是這樣說，這些同學，我們這些朋友都是這樣說。所以我覺得你很好，即是你有 studio 味這些，即是大家起碼會透過討論，然後就知道怎樣去進行，即是怎樣去做一些創作，或者繼續 elaborate 自己的作品。所以我們畢業之後，掹實大家七個人一起成立了叫 Flipside Limited 的一個藝術的一個公司，接下來會搞一些有關藝術的，未知是搞些什麼，但是都會搞一個公司，你們是有申請的，是的，是的，那我們接下來可能一年之後都會有個展覽的，是的，又要賣廣告了，賣廣告賣一年後，現在生日是不是都好？你 Flipside 嗰個有冇一個 web page 或者 Instagram 等人可以 follow 啊？有，好啦好啦，咁我叫大家 follow 住你自己個 Instagram 先啦，咁 follow 住你，或者你個 website 先。係，好啊好啊，好啦，有冇其他人有問題想問咧？或者如果唔係，我覺得就是、一班阿七凝聚咧，即係唔同啲嘅，即係見到阿三哥鋪鋪鋪嗰個 group 咧，即係佢哋又係一班人，你會有啲嘢分工分得，即係分工冇咁辛苦咯。同埋大家志同道合，有啲嘢似咧，就會做得再遠啲，會行得再遠啲啊！即係好似人同你行咁樣，老土啲咁講。是啊是啊，同埋讨论真的很重要，我觉得。即是有时候虽然创作其实都是一件挺个人的事来的，但是有时候你又会觉得，即是你都需要有一个同伴，有一些朋友去跟你一起谈，即是啲嘢怎样去做咁样。嗯，是。是。我期待睇紧后现代艺术群同呢个 Flipside Limited。Limited 有冇啲咩 collaboration？ 好啊，可以啊，幾好，都係初出茅廬嘅一班，唔知點啊？大家都係初出茅廬，所以係啊，初出茅廬啊，所以更加想睇下你哋試嘅呢啲新鮮嘢啊嘛。好啊，係啊。咁係咯，多謝 Wanda 今日同我哋分享你嘅畢業作品啦，一路嘅心路歷程啦，一路嘅小發現啦，一路好多唔同收集過嚟嘅故事啦，我哋都只係聽到幾個島嘅故仔，咁大家想知多啲就密切留意下 Wanda 嚟緊，睇下會唔會有機會整一個真係島嘴嘅係啊學習卡或者一啲記錄出嚟啦，咁就可以。是啊，跟你的社會的那個藝術更加連結的，但是都是咯，繼續努力啦。好，然後我給阿珊賣下關子先，因為這個後現代藝術群，我現在給你賣廣告時間。賣廣告，哇，好感動啊、我們最近有一個新的 project， 剛剛是10月10日正式公開了，就是我們整了一隻 Flash Game 啦，因為其實 Flash Game 是即係佢正式宣布，12月31日之後，其實佢就唔會再更新。即係雖然其實你用都用到嘅，但係大部分嘅嗰啲 browser 已經係唔 support。咁於是乎，我哋就想用即係想某程度想講翻呢件事。咁於是乎，我哋就真係自己整咗隻 Flash Game， 咁然之後就擺咗喺一個遊戲平台上面，咁就俾大家玩咯。嗯，大家可以。
都是留意我們的 IG 是啊，大家可以去 PopoPost Group at School 的 IG 去找回個 game， 我之後在 YouTube Channel 都會 paste 出來，那大家可以試一試。冇錯冇錯，過埋今年就冇噶啦，就好難玩。期間限定啊，係啊。同時間 remind 多一次大家啦 ，Wanda 嘅嗰個作畢業作品都係喺 Fresh Train 嘅嗰個 exhibition 有得睇啦。咁未去睇嘅朋友就記得把握時間去睇啦。咁好啦，我哋繼續希望之後繼續看到 Fender 的創作啦，多謝你今天跟我們分享啦。之後這段錄音都會放回上 YouTube Channel 啦，如果有什麼人即有什麼觀眾可能之前 miss 了什麼conversation 的，可以隨時上回去看的。好啦，多謝大家現場觀眾收聽啊。我們下個禮拜啊，不是 sorry， 接下來星期三有另外一個應屆畢業生的 at Studio Physics 的，就是 Henry， 就是在中大那邊畢業的，大家密切留意啦。多謝大家收聽，多謝阿山今天跟我們 co-moderate 的 talk 啦，多謝 Wanda 今天跟我們分享，加油啊大家，拜拜。 pack up 了我們兩個我們兩個相應法，拜拜拜拜拜拜大家拜拜。